两房入嚟都有个鞋柜位，然后再一个长形嘅厅，几靓仔嘅。然后再行前少少一个露台啦，望出去就海景啦。然后呢度呢个位置都系送嘅，有个大窗。数翻转头就系一个下排厅啦。呢度就有一个厨房啦，一字型。拱起上嚟就麻麻地。咁呢度就工作平台。佢嘅细睡房就咁样做就好大啦，因为佢张床就拍上咗窗台，然后做咗两个层级，一张书台啦，一个衣柜啦。咁样改一改，间房大咗四分一，好正个设计。有呢度就浴室，浴室就整得好靓，最紧要佢有窗嘅。咁呢边主人房啦，有个大窗、大衣柜、一张床、一个梳妆台。有呢度都有啲电视啦，然后仲有啲好细嘅薄品嘅衬架啦。人屋企上嚟都好多空位俾你自己行。平价买校帽，再翻身，谂得过嘅。